小时候要扶旁边啊，手扶旁边去磨蹭，不然你还会跌倒。去磨蹭你跌倒，我没有带衣服哦。摆那边就好了，摆那边，还姐姐那个水杯旁边。甩一下啊，没有啊，他从那边跑了耶。好，我在这边看你们哦，啊。我不要溜下去哦。好。